陈小春抛儿子落水狂笑，网友叹 Jasper 好不容易活到今天。陈小春与儿子 Jasper 父子档因参加大陆实境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而走红，两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为粉丝目光焦点。今天因彩儿上传一段影片，陈小春将 Jasper 丢进泳池，并哈哈大笑看住儿子落水，让英彩儿忍不住叹：亲爹。在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中，陈小春以严父姿态与四岁大的儿子 Jasper 相处，只要儿子一不顺从就臭脸一对，儿子 Jasper 高傲面对老爸，丝毫不哭不闹，还温和回应父亲的态度，就此让陈小春低头道歉。父子俩的相处是《爸爸去哪儿》五个大亮点，就连私生活也成焦点。老婆英彩儿上传陈小春将儿子 Jasper 丢入泳池的短片，看到儿子乘抛物线落水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此举引发网友评论，更笑指 Jasper 好不容易活到今天啊。